手拐回一年两个回，一八百的大会已经在本月的，所以到十五日的在东京举行。出席的会员国议员团有东、韩、非、越、台、朝鲜、辽国，这个这个邻里等九个会员国，澳洲和纽西兰的两个观察员的演员，演员，在这个大会中啊，我们曾经就亚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以及当前的国际形势的，做了详细的检讨，并做了的接近了许多的建议啊，同时发表了共同声明啊，以作为我们 APU 今后努力的一个方针。那么关于日本田中学用首相访问北京和企图以飞燕外交正常化的这个问题，现在虽然已经成为田中的一个及自民党的决策，但是万一对中华民国外交关系的维持，仍然是很多自民党的国会议员、日本国会的重要人士以及多数的日本民众啊所坚决主张的。我们中华民国代表团在 APU 大会的当中，以及和田中本人及日本国会的人士接触的时候啊，更表示了我国的廉政立场啊和坚决的态度。